しょうが上がってきちゃった。それ練習中。好哦。配加机关枪，这么硬吗？ねえ、私。好，一旦错。上手。特別なお仕事をクリアして、お。湧き上がるこの気持ちは。现在在想，我是不是该降速？调个9.3，9.4好像略还是略快。没关系，这练习队打这个打 M 不了，这个我注意到，没关系，反正这只会打 M。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练上进？这个我觉得是确实是亲密度需求太。可能是我习惯 Single Face 的关系，这句真的进步速度有点高。法的にはスマート楽しくできたらいい。湧き上がるこの気持ちは。どこまでも遠く狙い定め。ときめきどこまで。
最后，这又不是少姐，然后应该带礼物的，抱歉。没想到少姐，因为少姐我都预留一些礼物，比如说不小心有枪爆了，还可以塞礼物把它亲密度弄回来，这个不会掉亲密度，是不是？应该送的。啊，漏太多，分数没有满。塞饼干糖果塞一台就满了 ，OK 好。那以后就也没有以后，最近应该不太抽卡，那 SSR 就给他塞一塞，给他剧情。专注练级，不然粉丝就不好领也是啦。他、啊、现在就谁？那对主仆，那对双子，他烂口，再来就是 SSR， 就是我的顺位是这样。开的时候编队，我らが声を聞け，时间会流逝，打下面也是可以啦，只是这句话太晚出来了，等一下打。近づけるでしょ公園の樹
けね。闇に乱れたか。这首歌也是挺可爱的，我觉得。我が元へ。Hello, Stephen。学历也可以拿道具换，是吗？不行啊，那开房。Amp 对我们其他观众来说好像难度不够高 ，N 加我都打不下，还在练习中，练习中。等到看再练一段时间吧，再来看一下。我已经被虐很多次了，我真的被虐很多次，虐到已经怀疑人生。緊張はしてるって言ったら心配してくれますか？没关系，这样讲就知道了，找得出来。活动歌还没打。怎么样翻译？没有啊，他这个就是片假名拼出来，他这个歌名念出来就跟你那打的那一串一样。
のドキドキやめられません。想知道这首歌歌名怎么念吗？嘎鲁兹因扎弗隆弗隆弗隆迪亚弗隆弗隆迪亚弗隆迪亚哦，是弗隆迪亚，对啊，反正就跟这个打的英文那一串机，他就只是把他用片假名片出来了，所以这个你跟我说那样子，原文英文，然后他是日文的，我就大概知道怎么打。发音真的是这样子，没有胡乱。我真的是知道那个片假名念。哪边打这个哦？哎，对，是说，怎么没声音？要下载吗？是说这个。实况的部分还好吧，声音的部分，因为我刚刚 iPad 打起来卡卡的，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影音输出的部分，这个你们那边听起来怎么样，会不会也是卡卡的？偶尔会炸掉，就是再在往下开之类的。是因为这个我打三 D 没有问题，是因为它同时要 iPad 同时要画面输出，然后大概这样，57发哦，就是它只能靠这个这条线哦，画面上这条线，它要输出它的声音和影像，这样，所以这个还是就是对硬体来说是个挑战，就是这个意思。你说我自己玩不开台的话，这个开三 D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应该是我有把握是没问题的。魔王の宴を始めよう。欲望のままに歌おうぞ。
呀，算了吧。9.3了。结尾转向的真的是蛮讨厌的，因为这不像邦邦，它有固定的方向。真低麻烦。
飾り明かして違うけど同じだねって笑えるなら頑張ってたまに気取って手を取って今を作ってのんびりでいいよ描いてゆこうリトルリトルみんなが見ていてくれたから私关门的手机有汤姆鸡，原来一堆花的。不是没有，不是汤姆鸡，是没有，连汤姆鸡都没有。对啊，这种昨天不是有点吗？奇怪，为什么现在又有？我记得我今天没打，还是别手，好吧，抱歉，打起来了。哇，气死！お疲れ様でした。さて、今日の夕飯はと。賞賛を受け取る準備ができています。あ、还没看这次的奖励是什么？看一下。奖励也是很重要的。看奖励，看，欸，看要不要再拼个什么之类的。钥匙，1万分，1万分，所以也是要打25，是不是？
啊，果然要打两万五啊！哦，到什么时候？月底吧，到十八号而已啊、哦！你也是一半的、欸，我靠，太短了吧！这游戏怎么这么难搞？眷属にする。26个27个，这边时间太短，不能说太短，是我不习惯的长时间长。习惯的时间长。みんなの夢、見ててください。忘记这个分数需求很高。このドキドキやめられません。ちょっと緊張しちゃいましたけど、問題ないですよね。いや。果たします。巡り会えたその瞬間、景色が変わった。
お疲れ様でした。さて、今日の夕飯はと。まあまあ、といったところでしょうか。お前も少しは。打个摩托车吧，78ご覧に入れましょう。私の忠義は揺るがない。賞賛を受け取る準備だ。できてます。喝几个？七百六，七百七，七三二一，二一二一，两百三十一，差一点差不多。好，打的比昨天好。ご覧に入れましょう。
私の忠義は揺るがない。賞賛を受け取る準備でできてます。我忘记按那个后全局反应。雨上がりの窓開け放して深呼吸通り抜ける風はリラの香りがする。予定のないホリデースマホも電源オフに寝癖もつく大头嘞，这什么判定？滑过去了，没有连过去。啊，好像满了，是不是？我刚刚看那个开串子包包是不是满了？好，没关系，最后一首歌了。你本身就打邦邦了。这一首託された使命を果たします。速度奔放器，再看能不能习惯吧。空飛ぶ夢見た後に何かで
私の忠義は揺るがない。好，那个刚刚我去开冷气。賞賛を受け取る準備だ。CQSS できてる。兑换邦邦啦。感觉这个练起来还需要一点时间。